在这个创新的时代里，艺术与数位科技的结合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艺术创作领域。台湾的艺术家正积极探索数位版画和微喷摄影，推动着艺术作品细节的精准呈现及长期保存。艺生公司凭藉其先进的 UV 数位印刷机和全彩浮雕技术，在这一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，重新定义了艺术印刷的可能性。通过专家访谈和艺术展览的探讨，我们发现数位技术不仅为艺术家开辟了新的创作道路，还促进了观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新型互动。艺生的不断创新和技术开发，提供了定制化的艺术解决方案，预示着艺术与科技将更紧密结合的未来，为艺术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和创新。这场艺术与科技的融合革命，正在为艺术界揭开新的篇章。